火索。火索是一种简单的圈套结，拉紧绳子的前端即可做成一个圆圈，圆圈中间没有任何东西，一拉绳子结就打开了。早期的登山绳是用棉制成的，而后发展到用麻，50年代后改为在拉力、耐用性、耐磨蚀性等许多方面性能优良的尼龙纤维制造。